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今天晚上多说点，让大伙儿高高兴兴。这么多年来，您各位支持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相声艺人，无以为报。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而且也要感谢于谦老师，这是为什么？哥俩合作十几年，一步一步走了今天，您不容易。客气，当年也是很优秀的体制内的专业相声演员，还加一体制内干嘛？就说明您的品类有不同的阶段。啊，好在我改了。哎，其实于老师为什么能跟我合作这么长时间？关键一点是人家不在乎钱。想您客气，那说相声的很少有合作一辈子。两人打起来了，分了手了。哎呀，我们这个艺术追求不同，那都是骗人。哦，就是因为结账的事儿，分赃不均，谁多了谁少。别说这么难听，不就是这点事儿？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哦，谁多了谁少了，到最后真有这钢骨岔气，不跟你合作了，嚯，分手了。但是于老师跟他们不一样，他认识我的时候，人家家里就很有钱。没有，实话我见过你，你别不好意思。干嘛？这大家都知道，于老师当初也拍电影，也做广告，也做主持人，是，而且也做生意。所以当年合作的时候，我是一贫如洗，人家家里边不敢说金山银山，但是日子过得相当的好，还可以。他家里有个专门放钱的仓库。有个搁钱的地方啊！有一次上家去，就是也高兴，喝点酒。德纲，你来。旁边有间房子，一直锁着，我没见过这屋。是，打开门一进，我进去我都傻了。怎么了？满屋子是钱，一沓一沓的，从地上码到这么高，一摞一摞的啊，这么厚，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哎呀！这得烧到什么时候啊？不光烧，我们一条龙服务。我是殡葬商店的，是吧？这太有钱了。包括后台有的朋友们，有的没事愿意祭祀神佛的，有什么各自信仰的，其实也挺好。哦，这也好。人有一个信仰是非常好的，踏踏实实的。嗯，不管什么宗教，都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错，您没信什么是吧？我还没有。哎，挺好，你就信我就行。信你就信我，我就告诉你句真话啊。佛在哪里？哦，佛在心头，佛不在庙里。心里？哎，佛在心里边，不在庙里边。那是两回事儿，是吗？啊。你包括好多地方都供着各种财神爷，是，其实说句良心话，基本上都是胡来。怎么叫胡来呢？财神分多少种呢？啊，文财神、武财神、比干、范蠡、赵公明、关云长，都是财神，有文有武的，搁在哪儿供，怎么供法？你要真信这个，人家有一套规章制度。哦，不是胡来呀，就是您常去的那个，那个洗头房。谁说的？我怎么常去洗头房了？我看里边贴着你照片呢。没有，有数那几次。哎，最佳消费者。哎，没听说过。耳目宽，心地宽。哎，谢谢您的评论。真的，人家的生活，包括他日常的生活，三个字儿。那快快快。这是三个字儿吗？这怎么不是三个字儿啊？不是，这一个字儿啊。快快快，说三遍。啊，这叫三个字儿啊！快快快！怎么快快快？吃得快，睡得快，拉得快。哎嗨，这就不露脸了。列位，别小瞧这三个字啊！长寿之道，怎么您说呢？吃得快，嗯，不管荤素，不挑食，嗯，拿来就吃，哦，营养均衡。啊，这倒是。睡得快，躺下就着啊，没有来回翻的啊。哦，我们好些同行啊，睡觉来回折腾。嗯，哎呀，郭德纲怎么不死啊？哎嗨。咒人呢，净这个货有的是啊。哦，于老师没有，我不说这个，躺下就着，哎，睡得快。第三，拉得快，这也是好事儿。话虽然脏一些，但是道理是真的。你讲讲，排泄嘛，啊，人体代谢循环的快，哦，最起码对您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这说的有理，有瞬间，有固定的时间啊，没有说便秘了，解不出手来，腹泻都没有。对，都没有。早晨八点钟，
准时排便，好，9点钟准醒。哎，我拉床上了，我天天如此，好嘛，42年来无一日中断。哎，对，我生下来就植物人是怎么着？挺好，还挺好的，挺好。这反正您身体状况比我强，那是老不动吧？啊，动不了，我老躺床上啊。那天不就是吗？我儿子郭麒麟回来，脸都青了。哟，那是让人打了，我吓坏了。儿子啊，你说那边哪儿？你这我这老跑不了，合着不是我就形容嘛？啊，我正跟家，我正看书呢。哦，回头，哦、儿子、啊、怎么还回头？我儿子回什么头啊？好好好好啊！儿子，你脸上都青了，怎么回事呢？是啊，让人打的我。哦，我说你又那么胖，你又近视眼，你跟人打架，眼镜呢？嗯、啊，口袋里掏出来了。完好无损，搁兜里了。眼镜怎么没事呢？啊，那个我怕把眼镜打坏了，啊啊、我先戴着眼镜看明白了。哦，然后摘下来，凭着记忆打。哎，这叫盲打呀，这啊，人打的脸都这样了，那没法不挨打。不是你这孩子真不听话啊！你说吧，你以后还这样吗？嗯、反正我跟打我那个人打赌了，还赌？我跟他打赌了。哦，哎，3天之内必须给我道歉，是，否则话我杀他全家。哎呦，太狠了！把我气的啊！我说孩子，这我可得管你。是你才16岁，真是你怎么能赌博呢？说你打赌这是不应该，这不是赌博的事儿啊！杀人那事儿您不提了，我他妈还没去呢。哎嗨，去了就晚了吗？这不是，反正就得劝劝他啊，得劝劝他。孩子说，我看那武侠小说、电视剧、电影里边那武侠不都是那样、啊、想杀谁就杀谁吗？对，《水浒传》里武松、鲁智深哪个不是杀人犯？嗨，还都说他们是英雄。我说时代不同了，对，你不能跟当年那么这样。那小说那都是演绎。是，哎呦，看完这我心挺难受，不高兴啊！不光不高兴，我替孩子们担忧啊。是，他们把武侠曲解了。哦，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呐、啊。对。不是上街打架，那叫流氓啊！没错，真正的武侠，嗯，那是于谦他父亲那样。终于说到我这儿了，哎呀，我这心里太快了，刚快乐起来的吧？这个好多人不太了解，您说什么？在舞台上多次调侃于老爷子，嗯，这样其实我的内心很内疚，因为于老爷子并不像。当然了，也是在你们的支持下。谁呀、啊？谁支持您呢？那么，到底说老爷子是一做什么工作的呢？啊，我们今天正式来提一下谣。您说说，老爷子是个武术大师。这比前面那好不了哪儿去，我跟您说。他们家世代相传练武术的。哦，练武术的，他爸爸18般兵刃，样样精通。您瞧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哦，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的，带峨眉刺的，嚯，没有不会，全练。尤其最拿手，他爸爸打小练刀。哦，刀，练刀啊，嘿，太厉害了。是因为他祖父当初就是练刀的，哦，传的。哎，他祖父在江湖上赫赫扬名，是于东方。哦。东方，哎，哦，得了一本书叫《葵花宝典》，东方不败。我看看，不能学这个，当然学这个疼。哎，实话实说。后来自己苦学啊，哦，终于就一不留神成功了。这一不留神成功了，那不还是练了吗？不是，就反正挺有名，哦，啊，改了名叫于不败。这对这回名全了，这个瞎传的。他父亲从小各种刀都练过，是吗？单刀、朴刀、鬼头刀、长柄短刃刀，哦，鱼鳞紫金刀、青龙偃月刀、崩头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玉林大刀、行刑刀、河西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脊梁环柄刀、狮子长环刀、龙环柄刀、龙血大环刀，全有，全练过。啊，哦，最拿手就是他手里这个什么肩坤背后日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紫微微蓝娃娃霞光万道绿彩千条象牙筷子加凉粉多了多穗看着微微这口刀哦，削电弯眼刀。嘿，这名字起得好，就这大啊，就这样这么大。哎，削电弯眼哦，太厉害了，融合了江湖上三大流派啊，北京、济南、扬州。您听着，人家说这叫肉上雕花。是啊，当然跟针灸按摩并称三大国术。嚯，那他的刀法那
说杨庆旺人家刀法有传授，是吗？最大特点就是不伤皮骨，当时下地行走如飞。哎，修脚的呀？我说削电弯眼刀呢，我还没明白呢。这武林高手一见你爸都抬脚啊！哎呀，头愣住，咔咔！哎呀，还在挖鸡眼的呢，这咔、啊！无论是谁，挨完刀之后都特别客气。是啊，掏出10块钱来。哎，这嗨。哎，这不是客气呢，老爷子威震南城，青花池一带，哎，澡堂子，人称第一刀客，就别起个好名字了。老爷子谦虚，不、啊，我可称不了是刀客，就说是、啊、一个小学生而已，真客气。啊、这个在于我这个人，人品很孤僻、啊，哦，也不合群，是，以后你们管我叫于不群就好了。哎，哪儿有自己给自个儿起这名字的？光学会了刀不知足。是吗？接下来你父亲要耍剑了。怎么那么别扭啊？这宝剑，三尺剑啊！过去说三尺剑六军功，嗯，包括念书人都得带着剑。对，哎，三尺剑后边有一半儿，底下甩那穗儿，是这叫剑穗儿。哦，名词叫剑袍。哦，分文武两种剑。嘿，挂着穗儿的是文剑，嗯，念书人也能带。哦，知道吗？装饰作用，武将那个不带穗儿。哦，以此分文武。嗯，这得拜师学，真学呀、啊！不是说你爸爸想剑就能剑。哦，还要比他剑呢？那学知道吗？嗯，得找老师，拜师学。江湖中有一位高人。哦，哎，这人是西门吹雪的弟弟，他叫吹灯。哎，要死，专门练这拔蜡剑。哎，这练完就准死，我跟你说。什么话？吹灯拔蜡了都？就是练了不那个剑，摆一排这个蜡烛，拿着剑，烫烫烫烫烫，哦，都能给拔下来。这剑功夫那太厉害了啊！而且还不能伤了蜡，是剑前面有尖，怎么拔？那怎么办？剑头里有俩铁钩，哦，哎，啪啪啪。平时没事背个筐，拿着这上街啊，铲粪去了吗？这不是？还拿一筐上街？跟着高人学，长知识哦，长知识。哎，这天夜里边出事了，出什么事儿？武林中人最喜欢就是找高手比试，那是西门吹灯的仇人来了，是夜半三更要跟他比试。哦，老头一点都不怕，那是跟你父亲仗着院里啊，攥这口剑，有架势，煞我的精神呢、啊。嘿，又打院墙外边砰，哦，翻跟头翻进一个来啊！西门老师乐了，哼。来呀、啊，嗯，拿过我的红裤子来，干嘛换红裤子？别弄上血，真放粪，大家的话，嗯，腾腾腾，啊，进来100多人，哎呦，西门看啊，拿我的黄裤子来，这是怕见上屎啊，吓穿了是怎么着？穿的这么肮脏，废话，换黄裤子干嘛？换着剑啊啊，来了里面有一头。哦，江湖外号叫吸血鬼，这名字吸血狂人太狠了。你拿着刀啊，比如你扎他，嘡一扎的，怎么着？嘡一张嘴，咬着你的刀，哎呦，几个力使劲，刀里边能做出血来，多厉害！来块砖，啪咬着这砖啊，啊，一使劲，这砖里边能做出血来。哎呦，后来才知道怎么着，他有严重的牙龈炎。哎呀，嗨、哎，自个儿的血呀，多恐怖！哎，这。补身体的倒是啊，打吧，还打呢，打起来到最后啊，西门老师看出破绽来，哦，啊，噗，扎过来，扎嗓子眼了。哎，这吸血狂人顺着嘴，噗，全是血，那是牙掉了，那是。后来想了想，又练了一手能力，还练什么呀？飞镖，哦，这暗器，镖是一种暗器啊，嗯，三寸长，这么大。三棱子尖儿，嗯，后边系着红绿绸子，哼，这红绿绸子是固定，也是为了把握方向、掌握平衡用的。哦，哎，三种使法是镖搁在手心底这么拿着，嗯，啪，这是这叫阳手镖。哦，翻过腕子来，这叫阴手镖，这么打，哎，反着打，这回回手镖。哦，看过三侠剑都知道，是有一个圣婴圣子川，有三只金镖压陆林，甩头一子镇乾坤，嗯，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啊，杨子江心道府八百里，康熙爷与亲提四个大字，嗯，侠义可亲，有能耐，圣婴圣子川，对，就练这个啊，你父亲练这练得准，是练得准，
到后来练藏镖，这暗器嘛，藏镖藏在身上。哦，你还不知道藏哪？那当然，哪怕他们衣服全脱了，嗯，他一丝不挂，光着，你不知这镖搁哪儿。你瞧这厉害，他可是一伸手就有。那是。这镖插屁股里了，这是。知道吗？还知道什么呀？这个不用打中啊，不用花大，不用啊，是打脸头里唰一过，哦，当时就死过去。哎，对，熏的那是，这不是自残的吗？这老厉害，厉害什么呀？老厉害啊！武林中人都知道他这镖厉害。是啊，给他喝了一个号，他叫镖子。哎，他倒没打记者去呀，他叫镖子干嘛？不要瞎说废话，我不承认那个人是他不是记者。哪有彪子？叫彪彪子啊，过去尊称孔子孟子彪子。没听说过。到大连去，大连哦不呼呼的。哎，好，这都骂我爸爸呢，合着。演这彪子真好啊，真好。但是后来啊，后来啊，出了点小状况。出什么事儿？因为他你剑虽然说没学全，也会一套啊，刀法更经纶，又有飞镖了、嗯，觉得自己要做一个武侠，成吗？每天是一身夜行衣，嚯，这是带着一大金链，哎，链子上挂一牌金牌，是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地址啊，这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家住北京宣武，北纬路甲一号，姓于，叫不群，外号剑人，小名彪子，哎。这得多大一牌子呀，这夜行衣显不出来，就看一牌子了吗？这啊，这可以防身当护心镜使。嗨，用不着。就是因为这块牌子惹了祸了。出什么事儿了？走夜道碰见劫匪了，敌人来了，愣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劫道。哦，摩托车，嗯，停住了，跟你父亲打一对脸，碰上了。你爸爸一瞧就知道了。嗯，哦，这是劫匪。是，只看我这挂金链子。嗯。摘下来往草里边一扔，哦，劫匪下了车奔草地追你爸爸，上了摩托车，嘿，好嘛，这俩全是干这个的，合适。劫匪抓这链子，眼泪都下来了啊！塑料，嗨、哎，他碰上高人了，打电话啊，警察叔叔啊，我是一个劫匪哦，我碰到了劫匪。哎警察纳闷，是啊，怎么劫匪还劫匪啊？听不懂，你们不是同行吗？对呀、啊，是，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哎，对、啊，那个劫匪有道德问题，你少说点这。要了命了啊！你爸爸不能回家了。是啊，牌上都写着，家庭地址都有啊。这人找去啊！天天堵在家门口。哦，你爸爸不能回家了。是，骑着摩托车浪迹天涯，这累死了，非得。后来一想、啊、就是因为自己啊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耐不行，还得找老师啊。对，真正的老师都是隐居在民间。是的，没有有能的人站街上喊我有能耐，没有那样的。没错，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问出来真问出两位世外高人。是啊，隐居在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哎，这嗨，藏什么地方不好，藏兔子窝里头。两位高人啊，一位是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倒艺不压身啊，这玩意儿。这个真不好说，我告诉你。可不是不好说，一不留神就说错了 啊。还有一位，这 是从印度回来的武术奇人，他叫小咖喱黄不辣。哎呀，你听着就那么可口啊。找吧。哦哦，来到这儿摩托车撂下，是进屋一瞧，两位老师正在休息，休息睡觉呢。好，两位老师躺在床上，嗯，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玉米，俩兔子精啊！这是，我说藏野兔繁殖基地呢，这什么话就叫啊？不是哪儿有枕着白菜的呀？这不修边幅哦，这叫不修边幅。睡觉啊！啊啊！时光荏苒，岁月穿梭，这天到了8月15，哦，王大哥的生日。还是兔子呀，这个8月15兔爷的生日，又是月饼节中秋嘛，啊，三个人出去过生日吧，啊，开着大摩托，大开着，前面坐着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了，哎呀，还行了，后边是印度高人小咖喱黄了，哎，仨人奔大兴城里要开个眼界，上大兴城开眼界，这仨土包子，找一只饭馆，啊，吃饭，啊，东来顺。怎么样？羊肉，哎，不吃，山青，
狗不理，包子，哎呀，不去，不行，听这名儿就不好听啊。便宜房，鸭子不吃，不吃，找一个符合咱们口味的。吃什么？哎呀，这个饭馆新开的，叫兔子登鹰。还是兔子呀、啊？太吉利了，太吉利了啊！嗯，下车进来了，往这一坐，点菜吧，点吧，俩凉菜，俩热菜。哦，俩凉菜，毛豆、黑豆，啊，俩热菜。炒一洋白菜，炒一蒿子杆，哎，都是可口的。嗯，服务员说喝点什么呀？是，仨人一块说、有胡萝卜这吗？哎嗨，三瓣子嘴还漏风呢，你啊！德云社后台第一个用这个 iPhone 手机的就是于老师。哎，我买的比较早，要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他拿着一个，还有那个，嗯啊，新产品 iPhone 新产品啊，苹果的，苹果的怎么的了是吧？嗯，咱们不懂，他拿着高兴，哼，各种玩法，还有一猫，甚至说话学。骂你猫啊！他猫骂你猫，猫也骂他。啊、我这招谁惹谁了？我这好玩吗？是不是？啊！瞧各种，哎呦哎呦哎呦！怎么？飞行模式？有这么个设置？哦有。嗯、啊，好厉害！是是是啊！飞行模式就往上扔啊！哎，骗我！怎么呢？人家摔碎了。我仙姐那还不摔碎了啊？拿来看，屏幕都碎了，那是摔的啊！问我，那个你不是有个朋友是诺基亚的吗？啊，啥挨着吗？这我说要死，这是啊！啊，这那修不了，你就找人家专卖店去吧。嗯，去了到那儿，你看这个还能换吗？修呀！人家小姑娘啊，可以可以。呀、哦，于老师，哎，一抬头，于老师口水都下来了。哎，哦，我至于不至于？女孩太漂亮了啊，没有这么好看的，见过多少演员？演员好看，演员竟捯饬出来的。化妆、啊，您看这舞台上走红地毯的演员好看，嗯、到后台洗了脸之后，也就是长得跟孙越那样的。嚯，人这女孩没化妆，嗯，最值钱就在这儿啊，素颜，薄施脂粉，淡扫蛾眉，嗯啊，长得很漂亮，一进来看皮肤方面都很好，哎，于老师都傻了，心噔噔跳，呵，啊，您别走了，别走了，屏幕都掉了，屏幕都掉了，摔得太碎了，哎。先修好不好？那您留这儿吧，留这儿吧，给您回来修一个啊。哎，您什么时候来？明天吧，明天您方便就可以了。嗯，转天又去了啊，特意穿西装打领带，捯饬捯饬，喷了二斤香水，二斤二斤的喷的啊，茉莉味儿的，檀香的，嚯、哦，孜然的，嗯，带鱼的，好嘛，炒饼的，哎，这多有食欲啊，糖蒜没听说过，喷完了身上跟羊屎味儿似的，哎呀。多难受、啊！去了啊，到那儿，呵，姑娘还换了身衣裳，啊，她也捯饬，这漂亮，越来越好看。于老师啊，什么模样啊？高兴，高兴，手机得了，哎哎，先给您这个啊。一接手机，感觉出来不对，怎么了？手机底下带了一张纸条，哦，拿手一接，于老师多聪明，好，女孩，嘿，一会儿回去再看。啊，哎呀，嗨，全知道了吧？这不是啊。拿了出来，手机揣好了，打这条。嗯，好家伙，心噔噔跳。写的什么呀？嗯、无眠的夜晚，你寂寞吗？你渴望与异性零距离接触吗？你愿意在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中找寻灵与肉的碰撞吗？这玩意儿写多好！你看，写爹电话、地址，你看你这要死的样儿。哎，这是很感兴趣啊。这么些年于老师说两句话从来没有过绯闻、嗯、是啊，这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嗯，但实话实说啊、嗯、他这个原始的那个冲动被焕发出来了，写得好、啊、哎呀，你想不到的事情啊，嗯嗯，去吧啊，下午吧、哦、哎，五六点钟六七点钟下班之后啊，照着地址去了，是到那一看，哪儿？女子摔跤队招夜间陪练，哎，我跟那地零距离接触去，哎，太坑人了，是啊，太坑人了，照那电话打过去了，我问问他，谁拿我开玩笑呢、嗯、听声音那个女孩很尴尬，是啊，哟，于老师对不起、嗯、哎呀，我也没想到您能打过电话来、嗯、那个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不跟您客气了，怎么着，我是您的粉丝，哦，嗯，特别喜欢您、嗯、啊，这个从原来您演电影电视剧我都看过啊，现在我这么说吧，因为我也没有男朋友 啊，我特别愿意跟您好好的交往啊、哦、您方便的时候您约我吧，好吧、哎、啊，挂了电话、嗯、于老师都傻了，哎呀，飞来复从天降，那是，可是人生中第一场艳遇，艳遇，哎呀，对，我得找个酒店干嘛，要不说粘人出包子呢，嗯，
我哪儿到哪儿就敢找一酒店，这是要开房啊。嗯，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哎呀，我得回来回来回来，都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这快捷酒店叫五星级。哎，什么名字这是？知道吗？进前台开个最好的房间。哎，声都劈了啊。你们填单子要最好的房间是吧？是。好的，42。哎，好到哪儿去这个啊，42，好，给您钱，啊，要走，先生等会儿，拿脸盆、拖鞋、肥皂，啊，全给啊，水房在楼道里公共的啊，好嘛，您自己带枕头了吗？哎呦，啊，哦，没有，您再交10块钱，啊，我睡地窖里了是怎么？交10块钱，嗯，哎呀，进屋，把门关上，心噔噔跳，还跳呢，拿手机发短信，你好，我是于谦，我想你想的都不行了，哎，我在什么什么酒店，多少好房间，马上来，哎，一摁给他发出去。群房啊，怎么这时候犯错误？合着这玩意儿修完之后不好使。哎，这没修好。我的天哪，群房啊，会发到谱哪儿去？哪儿有准？谁会给我回短信？没谱。我的天，哎呀，来信了。谁呀？对门邻居那个大姐。他说什么？老公在家，明天行吗？嗨，谁问他了？又来短信了。这是一个女导演。她说在陪台长改编吧。哎，我挨着。又来短信了，这是家里小保姆。他说什么？讨厌，才想起我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又来短信了。这个呢？你媳妇儿。他说花那个冤钱干嘛？回家来。嘿，还真开头。又来短信了。这谁呀？说相声的岳云鹏。他说于大爷，我喜欢你好几年了。没听过。正式开始啊！听您唱歌，真唱。唱歌要我的亲，要我盒钱了。嗨，还是盒儿。嗯。不是，我先想，我就会点那个京歌，就是跟什么唱戏差不多的那个歌。那也行。别着急啊，啊，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啊。嗯，哎，那个叫什么歌来着？就是找点戏。那个，您唱就知道。那个，流行歌曲。你爷爷我小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有这歌吗？不是不是，就胡唱还行，您这唱反了，您这就是。人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吗？那唱对了，是那唱对了，是我小时候。什么乱七八糟，可把我摘出去了。